2023年10月，我同 Kathy 第四次去台湾旅行，总共28天，行程十分惬意。哇，咁恐怖！首先開始，哇，開始咯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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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一，開始！哇！哇！條路唔越等越長啊！係咁噶，你喺台灣食嘢，邊度都係要排隊噶啦。呢個台都係文化嚟㗎嚇。文化嚟㗎，介紹一下有幾多款式啊？有香葱酥，有蘿蔔酥，有芝麻。芋頭。哇！一個即係四種。比較甜啦。嚟到迷宮花園啦！好耶！哇，呢個迷宮咧～好好玩啊！我哋啱就去咗北門啦，跟住我哋過路線點樣咧？我哋會去西門先嘅。其實我哋今日沿住城牆行嘅就係、是。
因為以前是一個台北城嚟噶嘛。跟住我哋沿住城牆咧，舊城牆咧，就去個小南門啦。跟住又沿住城牆行去南門啦。再跟住就咩咧？去東門咯嚇。咁就完成咗噶啦，跟住翻返去琴晚嗰個二百公園嗰度咯。就咁樣繞住舊嘅台北城，即係台北府城咧，叫啱啱好行一個圈。So easy， 完成一個小小嘅壯舉啦嚇。呢條路有名喎，叫陽風古道啊！哇，正！哇！沿途都是啲流水聲啊，流水潺潺啊。其實我一直咧都係沿住個河邊咧，嗰個河畔咧一直都下行嘅。哇，都幾好走嘅，開咗幾多蚊嘅啫。哦，又嚟到另一條步道入口，叫泉源三號步道。泉源三號步道入口啊！要注意安全喎，唔緊要啦，繼續行。睇地圖咧，杏耳路係可以行去嗰個咩北頭嗰個新北頭個捷運站嘅，所以喺度行咗係嘅，應該係條捷徑嚟嘅。嚟到终点站，新北头捷运站啦！香菇豬腳，一粒香菇，系啊，呢、這個叫魚蛋湯，其實有粒大牛丸噶，雙魚啦，係雙魚湯，炒麵，呢、這個就係排隊排到傻咗嘅咩魚啊？旗魚，旗魚條，係啊，好啦，食飯。Oh.
到中正咧，就一定要食米乾。睇下啲米乾啊，就係咁樣噶啦。嗱，啲米乾咧，佢好食過食面喎。你見佢咁闊咧，佢唔黐埋。其實咧，好過食個河粉嘅。我嗰湯亦都咁多酸鹹酸菜咧，諗住咧啲味道會似酸菜魚嗰啲湯底嘅，啊又完全唔同喎，另外一股風味喎真係。佢個湯底真係好靚。係啊，好靚。湯底好味喎。呢個係豬頭肉嚟嘅，呢個係蒸嘅，呢個係南豬頭肉。哦，呢個係南盤嚟嘅。嗱，假如大家有機會嚟到咧，記住去食。我十隻時大家食嘅南盤啊，係好爽口嘅。但係呢只咧係蒸嘅咧，就係比較嫩少少嘅。一隻觀光夜市啊！哇！都人多到遮冚曬啲鋪頭啊！鳳飛飛，我細個聽歌聽得多，我都唔記得咗啲咩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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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啊！咦，靓容易有冬天啊！春天啊！大家以为系一个木马咧，其实系纸马嚟嘅。纸马嚟嘅，啲坑纸嚟嘅，啲坑纸嚟嘅，纸皮嚟嘅。在个马嗰度影相啊！鹿嚟噶，有鹿角噶。马嚟噶，你唔识嘢。子鹿为马。你又唔识嘢，马马啦，胡说八道。成只角喺度。我话马就马啦，你唔识嘢。顺大顺，顺正确。大溪橋，即係橫塘大漢溪兩岸嘅大溪橋啊！出發啦，好易行。啊，見到啦，呢條橋啊，呢個，呢條橋啊，佢喺下邊啊嘛，啊，即係沿住呢條路落下邊咧，就可以去大溪橋啦。啊，走，我哋。呢条就系横塘大汉溪两岸嘅大溪桥啦，啊！行大溪桥。
嗱，講明先咧，依棵樹同金城武冇關係嘅，就唔同咧台東池上嗰度咧個白朗大道咧，因為啊金城武有廣告，嗰度叫個金城武嘅大道啊。差唔多完啦！哎呀，終於停咗壯舉啊！壯舉。峰山雲頂觀賞台啊！哇，風景好靚，成個台中市就在腳下，哇，個景觀係好靚好靚。就是台中的望高寮啊！原本谂住咧系唔知搵日专程嚟呢度嘅，但点知我哋去完彩虹眷村咧，搭架三月三嘅公车咧，翻返台中咧，咦？呢个以前翻系望高寮，即系揿钟又落嚟啦，哇正啊！悭翻成车钱啫嘛，顺便翻台中。咁今日个景点真系 perfect 嘅，真系一条线咁样啊！点知上到嚟咧？一片迷蒙啊！哇，好似仙境咁啊，几靓哇，几靓，睇下哇，几靓几靓，啊，耶！啊，都介绍下望高寮啊！嗱，呢度可以观望台中市咧啊，啊，佢主要系一条步道嘅，一沿住悬崖嘅步道嘅。依度好大啊，因為就算你嚟多幾百人咧，都 OK 嘅，都睇到嘅，唔使同人爭嘅啊。佢寬啊嘛，佢沿住懸崖咁樣嚇。即係我呢個望高莊園咧，有足浴嘅喎，養生咖啡美食喎，乜都齊喎。依度又有一個望高寮嘅碉堡，即係話以前依度咧係一個軍事一個戰點應該係啊。依度大門應該可以俾軍車入去嘅咧嚇，另外一道小門。俾啲軍人喺度出嘅啦，應該係。
時間過得好快，廿八天嘅台灣旅行又踏上歸途啦。或者有朋友會問，我同 Kathy 去咗台灣咁多次，好多地方都去過啦，會否再去呢？其實答案好簡單，如果一個地方有熱情友善嘅人民，有美味嘅食物，又有令人流連忘返嘅風景，為什麼不會再去呢？